初步判断，他对巨蛇有很深的情感，但蛇是冷血动物，很难想象他是怎么跟蛇生活在一起的。 巨蛇以紫光草为食，所以它会有强烈的护食行为。紫光草把蛇的基因彻底改造，让它有了持续生长、延缓衰老、快速康复的能力。至于依依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它和蛇的痛苦是共生的。谁被伤害了，另一个都感同身受。 这种事情还要我去说呀？你就告诉他们能抄底不就完了？站在投资人的角度，我会不会……哎，我说王经理啊，投资人的那个利益，你觉得很重要吗？ 月月，我说你长没长脑子？搞了个这么个破车模给我，你生怕别人记不住我们吗？大哥，我这车是新车，如果弄脏了，那真会生我气的。整天乡女人，你这么硬，没有点出息，赶紧睡，睡完之后再把车牌换了。我把小女孩放出来透透气。哎，别哭了，一会儿叔叔给你买糖。别哭了。 再给我买辣味的。大哥，不行，咱们把小女孩放了。放屁话！就这个熊样，能找到老婆吗？切！大哥，蛇，蛇！这是不是饿了呀？那泡面给他吃。屁！你还把泡面给他吃？你怎么不给他沾点辣椒面呢？ 把孩子推上，给孩子，把孩子推上我。站住！叔叔，你别推我下来。大哥，他又来了。我。 怎么了？
如果你的推测没有错，那巨蛇和那个女孩就有互相感知方位的能力，那我们应该有所行动了。我怀疑这些跟紫光草有关系，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人类食用紫光草可以改变 DNA 结构并产生复杂的基因联系。那就是没有任何进展吗？是不是可以直接从草本阶段跳跃到动物阶段了？我不同意这么快，目前为止都是猜测，紫光草的作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论证。蛇都已经进城了，它的目标肯定是女孩，我们为何不抓住它，对它进行生物解剖和研究？如果被别人夺手的话，那就没得玩了。林城，你太软弱，竟然会对一个实验品动手。才用了一半的枪火，不是来混饭吃的吗？解剖开始，我们将取出它的胃，做成解剖切片，提取抑制分解酶功能因子。让他走。Thank you.
巨蛇的骨龄检测为350年。神龟随兽，犹有静士，腾蛇成物，终为土灰呀。老天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如果你让依依醒过来，你要我付出什么都可以，真的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她醒过来。我真的错了，依依，对不起。Ha ha!
目标方位已锁定，准备战斗。是吧，别再错下去了。都是你逼的，我别无选择。傻，什么东西？
一。其实，在依依的血液里，我早就检测到了 DNA 修复酶，这证明了我的研究方向。但是，紫光草到底是让人类远离疾病的天使，还是一个可怕的潘多拉魔盒？我不知道。现在正式宣布，紫光草计划结束，所有研究全部销毁。